九年的清心寡欲啊，竟然只是单单的因为碰了一个女孩子，就这样似决了堤的洪水把持不住了。想想他，再想想自己，哼，程曦之一时之间有些瞧不起自己了。偏偏的，那个女孩又……而正在另一头，好不容易将蒋倩南打发走了的陶乐乐，又开始一间包厢一间包厢地推销起洋酒来。垂眸看着托盘里的洋酒，陶乐乐深深地吸了口气，暗自给自己鼓劲。陶乐乐加油，外婆的医药费就靠你了。我哪能缺席啊。这是玉林国际的王总。王总，你好你好你好。包厢里头坐着几个谢顶大度的中年男人，他们好像正在谈生意，有几个女人徘徊在他们中间，有些时候能够明显听到他们打趣的话还比较粗鲁。陶乐乐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老板，要酒吗？陶乐乐年纪小，声音又脆生生的，惹得本来已经有美人在怀的几个老板的眼神都不自觉地往他的身上瞄了瞄。一瞬间，几个中年男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暗香啥时候进来了一个如此绝色的推销美酒的美人呢？陶乐乐看这几个男人的眼神就知道他们不好对付。既然老板们不需要，那我就先下去了。哎呦，美人，别跑啊。哎，别啊，美人，我们都还没有要酒呢。陶乐乐挣不过他的力气，只得被他卡在了门边，想走也走不了。一筹莫展之际，对面包厢的房门突然打开了，陶乐乐求救似的就往那边看了过去。而傅景红看到陶乐乐时微微的惊讶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唇角勾着一抹邪似的笑容走了过去，一把抓住了拦在陶乐乐手臂上的那只肥猪的手，砰的一声一脚就踹开了包厢的门。包厢的人都吓了一大跳，里头的好几位小姐就认出他来了，知道傅景红的脾气一向不大好，他们都垂着头娇滴滴的讨好的唤了一声傅老板。几个人一听小姐们这么叫他，顿时都蔫了下来。京都有两大家族，一般人都是不敢惹的，一个是程家，另一个就是傅家。傅景红看着受了惊吓的陶乐乐，阴沉的目光扫过众人说，我不是说过来四楼卖酒的女人都不要碰吗？其中一个秃顶男人提着胆子说，傅先生啊，我们也没有碰啊，只不过是想买他的。后头的话被傅景红的眼神吓得生生地吞回到了肚子里头。陶乐乐不想管这些事情，既然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他就不想在这儿继续待下去了，对着傅景红颔了颔手，客气又疏离地说，谢谢老板帮我解围，没什么事的话我先下去了。傅景红甚是意外地看了他一眼，长眉挑了挑，呵，这女人真是有意思。他正还想再说点什么，却见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影已经走了出来，满脸阴沉的样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好几百亿似的。